哦，好的，现在玩的是手游《复活学神 I Universe》，然后是日服的哦。啊，诶，我点错了，四亚战还没结束啊，还能打。然后它的新活动，先看这个好了。解完有3000钻啊，这个是上次就有了，怎么它的标题是跟这次活动的一样啊？上次那个魔塔什么的，好像就开了。哦，决战 BOSS 欸。他要有入场券哦，入场券是在那个魔塔什么的可以拿得到的。我就不要打了，打了还要等它打完。入场券是在关卡一直刷会掉这个邪神的挑战券，然后它交换所有多新的，多了一把 SS 的大剑，换起来。然后白金券应该也是新的，有飞机耶，我的麦克风有收到，好吧，不管，白金券应该也是新加的，那其他灰石是不是也是啊？也好多哦，好吧，我忘了这个多少可以换那个生武器的。然后它其他我收台慢慢换哦，这有的是之前魔塔什么的就有的，有的是新增的。你要这个打赢就掉一些白金角色碎片嘛，这应该都白金的，都白金池抽得到的，应该是，我不知道有没有例外啊。但是扫一下几乎都是，然后我要干嘛？好，去看那个灰石要几个才能换哦。那我应该没东西可以抽，对不对？交换所，灰石交换在哪里啊？闪退。换了，闪退怎么办？先把荧幕隐藏一下，黑画面了，我闪退了。等一下哦，重开中，这重开好像要蛮久的，自从上次改版之后。我手机好像要跑好几分钟，才有办法进到游戏里面。模拟器好像稍微快一点。哇，他还在读取中。好，还是在读取。他是不是还要判定什么奇怪的东西？不然怎么要读那么久？呵呵呵。不会又闪退一次吧？那交换所有 bug 吗？不要再闪退哦。哦，没事。
那个是在，辉石交换所，280换一个。哦，那我收台在想我要换什么好了。然后奖池应该没开新的吧？这是上次的嘛？寻一下看有没有东西可以抽。哦，白金票券。啊，一样那个 SS 的画面我把它跳掉了。好，是没开音乐啊，没差。好，我通常是把模拟器的音乐关掉了。如果这个多那个新的可以重看的功能，就觉得跳掉没差了。那但是也不会跑去重看。好，没了。螺旋回廊，20号，这个不够，这个可以抽少少的几次。好，光菇。这个花钻的奖池哦。好，那差不多就这样。我有什么漏掉吗？好，想起来再补啊。那就这样，先收台了。